全美首家 Hello Kitty 牙科诊所 Parkland Dental 3月30日在天浦市举行开幕典礼。诊所负责人杜振轩医师表示，这次与日本三丽鸥的创意合作，是因为女儿生病住院时携带的 Hello Kitty 玩具和用品，给孩子很多安慰以及情绪上的疏解，因而在自己的牙科诊所里布置了可爱的凯蒂猫、蛋黄哥等卡通主题治疗室，以安抚病者的情绪。三丽鸥公司总裁山本特别从日本飞来参加揭幕典礼，他指出，凯蒂猫牙科诊所主张的小小人物带来大大微笑，对牙科诊所而言非常贴切。他盛赞杜振轩把三丽鸥的九个卡通人物引进其牙科诊所非常有创意。 Asian Media 在天浦市的采访报道。